大家好，我是达克博士，这是我的助手心血小姐。好，我的第一项发明是心血小姐，麻烦你。好，第一个发明是那个影子写法。好，首先要介绍这个是枪弹伞，它虽然看起来像一把枪，但是它不是枪，它是一把能够挡住任何武器弹药的防具，一支可以挡1000发子弹，就算核弹爆炸威力都伤害不了它。那为了消除大家的疑虑，我就来示范一下，证明它的功能。星月小姐，请对我开枪吧。你有瞄准吗？再靠近一点。没关系，再靠近一点。可是我记得你有深度近视，哎，这样子你还是……我没事。但各位要知道，这把伞之前1000次实验都成功了，但那是第1001发子弹，所以它失效了。好，介绍完枪弹伞的性能之后，我们先来介绍第二项产品，星月小姐。这个叫做电表，它能够自动侦测穿戴者说话的真假，如果说谎它就会放电，而电表电流可以自己调整，就连奥斯卡的演技也瞒不了它。为了解开大家的疑问，我再次亲身示范来证明它的效能。对，我的确一个人在自己家里打手枪。对，我的确也和助手炒饭。没办法，我这个人一向正直，从来不说谎。是，各位要知道，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没有人一辈子都是诚实的，所以我被电。好的，接下来我们介绍最后一项发明，麻烦你，请雪小姐。它是今天最……小心，这东西可摔不得啊！这里面的核融合电池虽然能永久蓄电，但是过度碰撞可是会天崩地裂的，只要不受到重力冲击。珠缝比苹果还要安全，而且它坏掉的时候，你也不用担心制造垃圾，因为安好吃。除了可食用之外 ，U 缝还有超强的拍摄技术和 3D 立体即时投影，清晰度连被拍者的毛孔都一目了然。为了不让各位以貌取机，我们现在就来示范一下它的入放影功能。喉咙痛、发烧、睡不好，没关系，我有博士感冒糖浆。耶、健康、活力、有元气。这是之前录好的实验影片，影像就如同本人在眼前一样。U Phone 除了可以正常播放之外，它还有其他的设定功能，例如说快转。还有放慢，
更棒的是它还有多国语言。达克、土耳其、意大利、西班牙、葡萄牙、阿拉伯、俄罗斯、日本、南北韩、阿根廷、美国、墨西哥、加拿大。耶、yeah! ！和平，奋斗，救中国。差不多就是这样了。我的第一项发明是，麻烦一下，这个叫做电表，它能够自动侦测说话的人。没办法，我这个人一向正直，从来不说谎。插播，这是参考 UPhone 做出来的 HTP， 它所有的功能都比 UPhone 强大，不过传简讯比较麻烦。死的原因很简单，他能挡的不止1000发子弹。他是今天最，哎呦，好幸运，直接接着讲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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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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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a!